那么这位神秘诸侯的棺椁到底藏在何处？他又是哪一国的哪代诸侯呢？诸侯级别的墓主人为何要毁掉一切有关自己身份的线索？官家又如何从蛛丝马迹中还原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？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。上节说到，不管从墓葬规模还是从陪葬品的品种和数量来看，晋王墓大墓的主人那都是诸侯王无疑。只是春秋时期山东啊，大大小小那分布着几十个诸侯国，墓里边埋的这位那会是哪国哪代的诸侯呢？考古队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啊，就是弄清楚这个墓主人的具体身份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首先就得找到他的棺椁呀。经过一番艰苦的清理工作，考古人员终于找到了墓主人的棺椁。虽然因为年代久远，棺椁已经死了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灵符法术。道长微信：2088-2988。朽的不成样子了，但是通过技术手段一复原，无论是棺椁本身还是里头的陪葬品，那都不失诸侯的气派。这就是两国两管的结构，外观和内观呢？外观应该是没放东西，主要是内观放了大量的玉器。出土的这个玉器比较大气，比较庄重，比较有特色。不光是玉器，还有玛瑙，有砂石，这个还有一件绿玉铜饰，绿铜饰石。在墓主人的内棺里边放置着各种精美的珠宝和玉器，这些玉器不是手镯、簪子之类的首饰，而是成套的玉琮、玉戈、玉璜、玉佩，它们跟青铜鼎一样，也是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礼器。只可惜啊，满满当当的珠宝玉器之间，唯独不见主人尸骨的踪影。清理了半天，考古人员连骨头渣子都没找到一块。就是这也是我们感到困惑的地方，为什么两侧这个肋骨保存的相对来说还好一点，中间这个墓主保存的骨骼呢基本上就不见了？是啊，难道尸骨已经腐烂的一干二净了吗？可是殉人的骨骸怎么都还在呢？或者说这本来就是一口没有人的空棺材吗？好像也不对，空棺材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陪葬品呢？那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问题确实难住了考古专家。直到他们在棺椁底部发现了一层红色的粉末，这才算找到了答案。骨骼不见了，可能跟这个住房有很大的关系。原来棺椁底下这些红色的粉末就是硫化汞的天然矿石朱砂。咱们的祖先认为啊，朱砂有防腐驱邪的作用，所以呢，不少的有钱人下葬的时候呢，会在尸体底下垫上一层朱砂。但考古专家说呀，从多年的考古实地来看，朱砂非但起不到保护尸体的作用，反而会起反作用。但是我们发掘了这么多墓葬，发现有朱砂的这个墓呢，保存的骨骼基本上清楚；没有朱砂的这种墓呢，保存的骨骼反而好一点。棺椁里除了没有尸骨，墓志、印章之类的东西也通通不见踪影，也就是说整个发掘工作都快结束了，大墓主人的具体身份还是没法。